今天展出，今天展出，今天下午出来的，今天下午出来的，怎么喜欢坐这个地方？那他愿意坐哪里坐哪里吗？姐姐，感谢 CC 姐。奶爸和工作人员都在这边上守着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好几个在这守着呢。人家刚出来走走还不行了吗？人家出来走走不行了吗？谢谢波和绿杰，谢谢波和绿杰的救人笑，谢谢姐姐。呼，钉子姐，看看你家宝贝儿。这次出来没有走快，走得很慢，你就是溜达。对，溜达溜达。你看他帅不帅？哎呀哎呀，是不是？给我打通个电话。感谢天师姐。他心想我管你不在，老大肯定盯着他，老大就盯着嗯，录屏紧，给人工作人员打码啊、哦！录屏给工作人员打码啊、哦！好想抱抱他，你抱他，该抱抱，给。说一下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展出了吗？有什么情况？就今天下午出来的，今天下午4:27出来的。小奇迹，谁在造谣？我一巴掌拍死他！好多穿点，好像马上要降温了。如果你们如果有来的啊，一定要多穿衣服啊！这两天要降温了，要下雪了。去来来来，姐姐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这不应该的吗？那在这里是干什么的？臭屁穿，谢谢谢谢子欣姐，谢谢子欣姐的礼花筒，不用谢不用谢，这都是应该的，在这里这都是应该的，不用谢。这是我自愿的，我把我们的小奇迹给你们看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我们给他增加热度多好，谢我干什么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下了雪，小奇迹可以打，就可以打过，谢谢爱爱姐，谢谢月亮果姐姐。他妈的，直接亲死了，我操！直接就是望着他亲。谢谢杨子姐，谢谢杨子姐。哎，今天出来看一看，出来看一看，感谢九月姐。都是开心的事情。昨天美香天天，而且后续肯定还有他们的视频。今天中心也更新了繁星的视频，繁星的视频也更新了啊！不是找繁星吗？不是都？我不是说繁星没有事，你们不是不相信吗？那些不相信的可以去看看啊，这是今天下午的，刚刚的。不过重新解好。
对，宝贝出外场了，今天下午4:27出来的，4:30左右。谢谢快乐饲养员。哎呀，我一激动就不知道说什么，刚不忘初心姐，谢谢。我一激动了就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这个心态要控制控制。本来姐好。谢谢国磊姐，谢谢国磊姐。对，下雪了就可以出来，小奇迹就可以玩雪了，可以滑雪了。等明天再去观察观察他的状态，是不是比上次更好了？我感觉今天下午是比上次好。今天这最起码出来他没有跑，他是在溜达，他是在慢慢的溜达，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再慢慢的溜达。看看明天观察一下他的示范情况，他的吃竹的情况是不是和在那场似的，还是上午吃那么长时间啊，观察一下。谢谢雷雷姐。啊哈，他释放了，靠，出来了多长时间？我们看到是半小时，他4:30出来的，我们5点下班嘛，他现在还在外面，他现在还在外面，那我们下班了呀，保安赶走了呀，这已经延迟了10多分钟了。我怎么说的3天之内？我有没有说3天之内？我是不是说3天之内？出来了吧？怎么卡住了？我得炫耀炫耀呀，我得炫耀炫耀呀。感谢回家路上姐姐，谢谢谢谢谢谢你跳的企鹅。这就分析出来的，这就通过现场的情况分析出来的。开心开心开心，那么我操，开心死了。今天点点关注，点点灯牌啊，明天给你们观察一下他的其他情况。今天时间有限，太短了。我在群里分享分享直播间啊，谢谢，让更多姐姐知道，要不然好多姐姐还担心。感谢小玉姐，大家不用送礼物，点点人气票就行，谢谢。出屁穿，我们宝贝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里。展出了，今天下午展出的繁星也特别漂亮。我怎么说繁星没有事，你们不是和我犟吗？我问了工作人员，你们不是不相信吗？不是那些喷子呢？我的快乐哪里了？开玩笑。我走路的声音，小奇迹现在我的是录屏。昨晚你叫小奇迹，今天归言，是不是直播录播？就是刚刚，也没有多长时间，刚刚。美香天天的最新视频在哪里？官方账号没有视频，有图片，视频还没发吧？繁星的视频公官方账号呀。对，昨天是乐乐，昨天还有美香天天的图片呢。小奇迹在笑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小奇迹并没有说出来像我们之前害怕的那种不敢回内场。我这个视频没录上，他中间还有一趟还想进内场，怎么只不过没进去。明天再观察观察，看看他是不是恐惧内场。他应该不恐惧，我看今天下午有个想回去的，就是走到门口了，头都进去了，然后又退出来了。
谢谢宝仪姐，谢谢宝仪姐，谢谢宝仪姐的宝仪姐跑车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谢谢姐。